小品明星潘长江自从年初升级做老爷后，就成了照顾外孙的主力队员，怕小石头睡不踏实，一直抱着不肯放下。此外还经常在网上分享外孙的成长点滴，祖孙俩还争相卖萌。日前潘阳公开了一张儿子认真弹钢琴的照片，并调侃道，妈妈不奢求你成为钢琴家，只希望你能利用这门技术多泡几个妞。照片中小家伙肥嘟嘟的被大人抱着，一脸认真的煞有其事的双手摆弄着钢琴，很是可爱，非常可爱。加上妈妈潘阳的几句调侃话，一时间引来众网友的争相转发并留言，称赞超萌超可爱。更有网友调侃称，娃娃教育从小抓起，对于小石头新学的泡妞技术，老爷潘长江还没有反应，可能是最近太忙没顾上关心小外孙。小石头自今年1月出生以来就是家里的超级宝贝，妈妈潘阳为他暂时放弃演艺事业，当起全职妈妈，老爷潘长江更是视他为宝石头。小家伙现在已经快7个月了，胖嘟嘟的，非常可爱。东兴娱乐整理报道。